站在原地没有动。啊，是哦，是你弄我。我手一拉高，他勾一下。对，是你弄我，我站在那里，回去看影片，是你弄我，还先凶我，凶屁。是你先说我啊。我说你干嘛？我就没干嘛，我手起来，我要过去了。没有，就你就我也不是要去勾、啊。我是直直站在我的地方，然后你弄我的。嗯，好热，又在熱。就我感觉，这边是最好练的一道。而且他现在插棒棒是什么？是可以绕 S 的棒棒。嗯。那一堆棒棒，哎、欸，不对，不是，可是那个是右边的缆车才有、嗯。我们滑的是左边这个。嗯，哦。那、啊、那我坐错，我、那個、是坐错馒头吗？哦，你说那个怎么会突然出现？哎呀、啊，很奇怪。没注意啊，上午没注意，我觉得有点凉了、哦。嗯，一点点。嗯。嗯？这样。啊、嗯，跳，因为他跳过来，他不是跳然后就下来，他是呆呆，然后两层，这样有点吓一跳，算了。那个。如果飞得够高，你只会我说飞过中间，中间不会凹到。对对对对，刚跳高的人是没有、哦、不会碰到那一下的。哦，是哦。对啊，那就是我太紧张，我在起跳前还先减速，不会吧？起跳前是头刹车，起跳前都减速，我会怕、啊。对啊对啊，我当然会怕啊，摔倒是不得了。这里，我刚坐。刚边大完做得很高兴，而且我一点都就不觉得难，超简单。你可以停在路口的下面一点点，我回头帮我入嘛，我咻咻咻咻咻。好，你觉得这种弯路的出什么吗？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啊，所以你要我站在这就对了。对啊，站在这边，然后看回头，然后看我到底弯了，我就自以为很厉害，然后试试录出来是很挫的样子还是怎样？好 ，OK。也可以在路口上面，感觉路口上面比较适合。好，就这里。滑到这里，对，还要上面两根柱子这里。对啊，这里凹进来是一个没不大有人会想进来的地方。好。这个人也是快乐，弯弯弯弯弯。Sherry 他们在考的那些东西到底是，是自己能力的认证，还是教学？是教练的认证。对，但是那个代表当然是他自己能力很强，但是他也同时有考他教学，是不是？对，都有。例如说 Level One 的话呢，教练本身要能做到大弯，然后重心是正确的。嗯。然后呢，教学部分能力的考试是说要能够。针对教大弯这件事情，学生哪里有问题，要一要点得出来，二要能够告诉他说你用什么方式来修正，嗯嗯嗯，你要再加些什么练习会比较 OK 这样、嗯，对。所以 Level One 大概就这样子，你不觉得？如果我没有学那个刹车下滑法、嗯，那我原本不就等于是用滑行的人吗？就不是用刹车式的人吗？但是其实哈，你是那样没错，但是你的那个，你，我要看你以前的影片才知道。但是你以前的也是偏朝山上啊，嗯，对。现在是教你那个侧杀，你的重心越来越朝山下了，对。
但是因为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稳很好用，然后刹车也同时也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就会越来越依赖这个方法。但是这个对的重心呢，你摆的这个对的重心，如果你这样子停下来，这样就叫侧滑，你摆的对的这个重心，但是你往这个方向找出去，这个就叫钢边滑行。我听不懂。因为你摆这个动，你看哦，我现在摆这个动作，对不对？对。板子是不是朝这？嗯。那你要是顺着钢边滑，你应该往这边跑啊。嗯。但是实际上是往这边慢下来，移动的方向是这样子慢下来，而不是往这边慢下来。我现在往前冲冲冲，我想减速的话，我是不是快速的转过去就停下来了？嗯，那我慢慢的转过去，有点像是车轮的方，车轮朝这，那我应该会渐渐的往那边走。嗯，如果我是这样子滑过去的话，我可能永远都是时速30这样子滑过去，减的没有多。嗯，但是我教会你的是，你马上就这样子岔转过去，马上就30、20、10。你会马上就这样，然后会有一点这样弯过来，有点带点曲线的 L， 就马上你速度，你的减速方法很快，很对，嗯，对啊，很稳定这样。是要走这边吗？往右边啊。然后我先跟你后面。现在也是上这边啊。但是我就觉得，怎样？你努力的把板子是朝向侧滑的方向，嗯，这一点开始尝试是有进步的，对，对啊，然后可以继续啊。
啊，干嘛停下？没有上次滑的好。嗯，远的要命哎！而且你知道你跟柱子包的布穿一样颜色吗？对啊，所以你一开始会看不到我。你是说我在线的上面吗？我是看得到你，但是我觉得人太小，我已经用到我的三倍了。对啊，三倍还是你的正常倍数啊。那三倍其实是糊的。嗯，反正我也没滑好。我这次有类似钢边滑，但是我没有那个余裕去感受我压力，所以我知道我的姿势一定没有上次好。上次是哪一次？上次就是我们上次滑这一道的时候，准备去吃午餐的时候。啊？啊？要再做一次吗？看，我觉得我的前面都有小误点，你有吗？我有啊，我刚刚停下来就擦过了。OK。所以要去哪里？那我帮你录吗？但是我滑得很丑啊！如果你要我练习新动作，我就滑得很丑啊。就用你正常的动作，这一段应该是很轻松的。嗯。帮你录，然后看你姿势怎样。嗯。好不好？嗯。也还好。还好，不要吗？哦，那要滑哪边？那再滑一次这个。过了，这个是一过来最那边的那个黑线。哦。嗯。啊，真的是馒头。哦。我看到有人在滑馒头。哦。懂。只是这个是 ski 滑吗？是 ski。Snowball 有办法滑成这样吗？Snowball 有办法这种方向吗？Snowball 也可以滑完头，对。也可以滑成像 ski 那种方法，在那打一打一打。可以，就是一直扭腰， 一直扭腰，就是这种动作快速，很快的做，然后真的要扭。真的要。那个时候就是要求就是要扭的。对啊。这个女生的样子好英勇啊。哇，他要在弄棍子了，很可怕耶。哎呦喂，好可怕哦！不会很可怕吗？嗯。这板子，这里又是板子不会刮坏吗？啾啾啾啾，这也是啾啾啾啾，好厉害哦！嗯。为什么就有人打在门口的感觉？我是他朋友吗？是他朋友。有能力滑这个的人，不会刹不了车，想刹下来。是他朋友啊，应该是他朋友啦。只想要怎么有人打在门口啊，反正。那没有很近啊，都是在出口。我突然间一堆人。
嗯嗯嗯。明明就只是滑过去，然后又呼一声。嗯。好，观察其他人的滑雪。今できた、今できたよ。見とれ。后面有人摔倒了。啊！行よ、行よ、行よ。刚的帅哥不知道到哪去了，我现在其实我也不记得他脸长什么样，只是刚觉得好像很帅。这个，嗯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又是个好像摸地很帅的。只要着地的瞬间又站起来，就不算摔倒。所以你是，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还是就是，我觉得做不到，不知道要怎么做。嗯，对。对啊。如果转角就像转方向盘的话，对，不就是不准转，是吗？不是不准转，你只要转一点点就好了。你感觉到你现在往前走，你转这样，身体开始。那跟我们直直，我问你哦，直直往下的时候稍微扭一下，扭一下。稍微扭一点，有点类似哦。其实你平常学 Sherry 的那个 pose 啊，那个东西也是钢鞭练习，它是这种 S。我是说，平常我们有一个直直走，只是稍微想要，但是我们其实有点，那是也是有点刹车，你会扭一下，只是为了刹一下，刹一下，刹一下。没有没有，不是扭，是就这样子顺着这个弧度滑而已，不要瞬间扭，是。换过去用这边滑，接着换过去用这边滑，大概只是这样子，这样这样而已。刚刚的那个弯我也可以这样滑。不是啊，我们走直路的时候也会这样，左边我也可以这样做，右边扭一下。我不是在跟你问你能不能这样做，我是问你说，平常我们走直路不是也会这样扭一下、扭一下、扭一下、扭一下？那你那时候你觉得是？很快，然后你一扭速度就会变慢吗？也还好，减一点点而已。对啊。我现在就是听不懂什么叫，我知道我们直接扭一下是啪啦，会这样刷一下，不对。对对对。所以你就是要 follow， 就是顺顺的怎么走就怎么走。哦，好，那有一个东西我再顺便跟你讲，平常呢我们以为是自己在扭腰，不，其实不是扭腰，以我现在坐姿的姿态啊。其实是抬小腿往左抬，抬小腿往右抬，抬小腿往左抬。我在做抬的这个动作的那一瞬间，头会往这边顶。抬小腿往右抬，这我又听不懂了。你就是看，你看我这个姿势，就跟我教你刹车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我只差没有这样。重心的诀窍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前进的方向是往哪边。我的口罩，看我一下，好像快要掉下鼻子了，是不是？是没有，不过现在超雾哎，现在雾的程度怎么感觉变得更大了？我看哈，我预定是，我们要回去了，对不对？接近两点的时候。跑步哦，啊，跑步哦，
慢慢的走。我不知道你要干嘛。那你也不能帮我录影片啦，太污了。挡到他们吧，算了啦，算了啦，没关系，走吧。那我跟你后面啊，你就走。随便滑吗？我们的车是在更右边呢，那我们现在怎么滑？那切过去的话，怎么回去？回不去吧？还是从刚刚缆车走另外一边下来？对，比较可能回得去。那我们再做这个，然后这次要直冲。怎么走？下缆车直直冲，往左切好远。下去那边以后，要冲去那个坐这个缆车。嗯。那两个黑线，你有在下一下？好。有下跟没下感觉一直一样。这下的也是，嘟嘟嘟。不开的缆车一条。这个是啊，高的都没得去。两条，它这个是没有挂，它那里啊，这其实平行有两条线，嗯，它只挂了矮的那个，嗯，它地图上画的其实是高的这个，嗯，它有沙呢，好沙，沙一些，它飞的距离大概有，它有超过。这也是差一点点，他又差，他都差一下，根本过不去。板子落在那，很明显。对啊，再看这个，会怕、啊，会就是会怕、啊。这个先差了，大家都会怕、啊。这个没有差很多，它蹲很低，它第二个可以飞很远。哇哦，很厉害，现在蹲好低哦，下来的时候。
对啊，所以这就是他不摔倒的秘诀。不摔倒的秘诀，这个很迟疑呢。这个有点重，他很慢，一米五公分那种感觉。因为他又傻了，他已经过不去了。他怎么也是大家都会怕、啊，所以这还跳两下，他嫌速度不对。这个是速度用嘛？我看不到后面，我看不到后面，我看不到后面，他已经滑走了。对啊，所以这你看一样是来跳，那进去的速度你就有什么低中高，嗯，嗯，结果我下午滑的没有唱舞好，我刚刚的重心都歪来歪去，我觉得有差哎、欸。就是那个，一定是上午滑的那个。哎、欸，这个女生滑的还蛮顺的、啊，我觉得看起来不错，顺顺的哎、欸，顺顺的啊。你看她这个滑顺顺，她就前用一下，后用一下，前用一下，后用一下，很顺。哦，那个班是带多少人啊？那么多人？是在进阶班啊。嗯。虽然倒了，但是他们可能每个都比我们厉害。这个尺上面画的是一公尺。什么尺、啊？哦，你说红红的？雪深度尺，雪深度的尺。那不是路边那种防撞的防的界限尺？好像不是，它立得很里面。我是说跟路边那个刚开来的路上，也不是说这路边的都给放太近了，但它路就那么大条，你它再放开一点你就掉到水沟了啊。它路边边都是水沟哎、欸。是啊是啊，我是说所以它也不能放太旁边。我不是说质疑它放的位置，我是说啊，要不是没有雪，不然的话。哎呦，我的裤子上一大坨，我的妈呀。嗯，这就是岔出来的。我看我的也是。要是把它清干净，然后下一次又空了，就表示都是用钢边滑的。好像好又好一点了，比较没有那么云雾。回到南面，你那三条赛一线都要下一次吗？就都要玩片啊！好好好好，我的原则就是都要走开。那一回到南面就是。面对山下，靠最左边下到底，那就有一条缆车、嗯。你要再坐回来，然后就可以刷那三条黑线。好啊。好厉害哦，那个管子，嗯，老旧的管子，这么。全湿可以干，超厉害的，真的超厉害，完全干的、欸、嗯，舒服，鞋子也舒服，哇，手套也舒服，鞋子超好穿的、欸、也都超好穿嘛。我现在还好，我现在脚不痛，不然我刚刚在餐厅坐到我的脚背那个好痛好痛好痛哦。哦，这个山顶小屋，不是小屋，小亭子，人就归在里面。哦，我说这里的人都很，就没有要救人的意思，就没有人要准备扶那个摔倒的。不过理论上，你不觉得清景泽他都有准备好要扶我们吗？要把拉起来。清景泽，对啊，把我们拉起来抬到旁边去。我觉得也太多外国人第一站就去那里，因为太方便了、啊。我们也是其中之二，对啊，然后就从腋下被拉起来，然后走，走很快抬走，就拖到旁边去。对啊，就是觉得他们都有准备好把人抬走的感觉，所以人很好。但这里都躲在屋子，都没有要救人。所以被按下，然后看你自己爬起来，或者他在开店，就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都没有要救人，因为自己在滑手机，没有加速，我还偷念他在滑手机，他就抬头看了一下。
我还是到不了。走了吗？好像走很怪啊，缆车在哪？点点，那里可能快要糟糕了的感觉。好，我来了，又觉得好快哦。这个缆车也没开，那个缆车也没开，我到底要去哪里？嗯，还好啊，它。但是这有够平的啊，有够远的，够紧了吗？对啊，调紧了。好吧，去那一个黑色缆车，再回去吧。好啊，哇，这边就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啦，都滑过了。Thank you.
头碰到头。对啊，但是就还好，棒棒。裤子有点湿哎、欸。我很怀疑不到。今天回去也要好好挂起来啊，好裤子啊。就明天早上再。裤脚。拿。裤子啊，裤子啊，裤子。我是说有裤，我们两裤子都窝在那边。昨天就挂着。昨天就挂着，今天也挂着。对啊，我就说今天。这里没人了，只剩一个、两个。大家觉得要回去了是不是？也不知道。这边好玩吗？就很大面啊、这边下下来没有什么危机感吧，就是幸好就是失血，我也等你等很久。对啊，因为我要喘，天气来喘一下。有那么累吗？ Depends on 我下来的方法，我现在下来的方法是中等累的下法。如果我用那种换一边左边侧架，那换一边右边侧架，再换一边。我是侧架吗？啊，我是预约滑，但是因为带着滑下去，所以会算是啊滑了一小段，是吗？是吗？因为太陡了，所以就啊掉一小段。你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哪一个？这个。你没有横向那么远。这个。但是你转弯是在喷烟的。他是很厉害的。那我有像吗？我有像吗？你的前面没有弯那么前面，你的头没那么前面，但是你已经开始做这种 pose 了。那这个橘色好像也很悠闲的，我想要是那种悠闲派的。这个就是侧边滑下来的、啊，这是比较省力的滑法。我就是想要这种悠闲派。我大概差不多到这种 level， 我的手不会抬起来。但是我是这样蒙混过去的。为什么你会还是这种蒙混过去的滑法呢？就是偷懒不想用力。但是我就跟你说，我滑下来没有什么用力啊。你看，我们是两种不同的偷懒法。你的偷懒法是偷偷一路掉下来。你一次就可以降很远。那我不想一次降很远。为什么？啊？我想。你想要慢慢滑吗？对，我想。稍微慢一点下来，又不是太慢。总之就是随时看心情。你要再滑一次吗？不要。如果是超松雪的话，我就会选跟你一样的方法。然后，但是我的速度可能会比你更快。就是 depends on 雪质啦。这里还尖这样还不错呢。今天这种啊，破面有没有漂亮？在上去上面拍一张，连那个，但是完全看不到任何雪场。OK， 那是珠毛袋湖吗？不是，这边怎么会是呢？要翻过山才是。我不知道哪边珠毛袋湖，这边是 Grand Deco 的方向，然后我就说他都在蒙在里面，都看不到这样。你记得那游戏吗？我记得以前我玩那个什么 3DS 哦，还是 NDS？ 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在那一直滑那个球啊什么的。哒哒哒哒。相对对雪场安静。你说他没有放音乐，反全杀。这椅子是坏掉还是怎么样？他还绑起来。你说红色胶带？嗯，这也是呢。那是胶带吗、没有，就是很像绳子，还是那个绑那个绑纸箱那个绳子，有点怪。这个好多都绑，而且那是打结，不是，就是他要这块板子不要离开那个啊。我知道了，就是以前那种可以往上掀的那种板吗？不是，他也不是把椅子掀啊，他是绑住这块东西，这块灰色他可能附了一个新的灰色的，然后就用绑上去的。用绑的有点太不牢靠了吧？总之他用绑的。对，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们要来录一段360？你觉得我的360录得到前面的那个山景吗？但是我这样滑下去一定滑得很丑啊。360，你要说录风景的话，应该是要小径，对不对？比如说连通道小径，要用滑得动的连通道，要录上面都是雪。对啊，你要录的是近的风景，那还 OK。远的。远的风景，拍照好了。月光角的东西。我们这样在那个车站旁边拍得到。我在考虑我到底是要现在拿相机出来往回头拍，还是上面。如果是车站，你要回头还能拍到，那变成要滑一道这个了。后面还是很漂亮啊。嗯哼。还有绿的树哎，你往左边看一点点，那边就有绿的树，看到了吗？为什么那里会绿的？五色藻吗？不是，怎么跟五色藻有什么关系？这侧是五色藻，往右边是五色藻。树是绿的，为什么树是绿的？五色藻啊。五色藻是水，不是树。啊，对，不是树，我是说五色藻附近的植物会不会就？这里是很雾吗？好像是。我觉得我眼睛翻过山就要雾，一层雾。那里啊。那我可以在这旁边看一下吗？哦。哦，看得到，应该看得到吧？可以吧。好像会被旁边雪堆挡住。啊？啊，是要坐那个车吗？对啊。对啊，所以我先前进。我会。我要去前面一点哎。我不能再下去了，再下去我会上不来。我们东西什么都有拿哈，不然还要再回来很麻烦哦。都有拿哈，真的哈。是有什么东西吗？应该没有吧。它这会亮耶，果然是新缆车啊。哪里有新缆车？它那个旁边有个绿灯红灯，它有绿灯跟红灯。那只猫？龙猫吗？好萌的猫哦。应该是吧，它插了胡子。我们的锅铺看一下，没有东西吧？上面镜头上没有雾雾的吧？没有啊。我脸上眼血迹上觉得有雾雾的、啊。我看哦。新柱子。没有，我这边没有。左眼检查，右眼检查，没有。好不哦，拍一张照片，雾雾的，回去的路哦。今日风景都没人，都大家都不回去吗？没有啊，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在这边滑。记得来一张。哎，按错，按错了，好可怕哦。好，饿的，这样猫膜还可以，还不错啦。粉雪的时候很粉这样。嗯。
我觉得 Grand Deco 的猫都不错，你觉得嘞？还是我觉得都不错。你不喜欢 Grand Deco？ Grand Deco 也不错，而且它的雪道我认为也可能蛮适合练功的，从上到下可能可以一路滑到底，大约就是红绿红这样而已。唯一小缺点就是坐缆车要爬的楼梯有点高。你是说早上一早第一坛吗？对啊，那就是。而且它粉的時候。那我到底是哪里幻想它有什么扶梯啊？我也不知道。奇怪。而且它，我要讲什么呢？它粉的时候，我猜也会很排队啊。哦。所以。那天就第一天就很排队啦。那是礼拜六啊。哦。对。我觉得，因为你要看一下日本人的调性，他就是说好定了，来住，来玩，嗯，所以礼拜六这样子，我猜他到更粉的时候，人也差不多就这么多，嗯，对，应该是还好啊，还是我们是这时候应该拿360出了。就是一堆树，对，就是旁边都是树，兔兔的树。如果下次还要再排，那就你看我一下，我要看一下我的Okomi有露出来哦。有啊，应该是排三天，然后都非假日哦。我想想看，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要滑，第四天不滑，一二三可以滑，住三天滑三天。第一天一定是中央带，然后就只有二三可以对调，最后一天不滑，所以雪具要用背来还是寄来？还是用寄的好了，因为中间又要转郡山，又要什么的，我觉得比较累哦，而还要坐接驳车，还要怎样怎样，之后也会用寄的，对不对？对啊 ，OK。而且我发现那个钱消耗的速度有点慢。我们放那么多，我们有这么多钱吗？好像有四万吧。不是当初放个八万之类的吗？是八万吗？好像是，就是为了我的。我觉得最气的是那个人，他下次你就真的是换好衣服跟他下去，就说好，我跟你下去楼下结账。对。就不要让他就可以随便说就不给，为什么不给打折啊？明明就可以打折。因为不是用那个。有点冷，我没有拉，对不对？对，没拉。哎，这个角度有点冷，冷，而且我现在这里哪里，帮我看一下，这样对不对？在拉，在拉。摸不到啦，我这刚好是我的死角，我也看不到这里。哦。我看不到，你不要，你不要，这个吗？是啊。可以了吗？快拉到顶啊！还三公分，可以了，应该好多了。哦，这个角度实在有点惊险，就快到了。过了这条路以后，这是一条路啊。压雪车走过的路，好像没人滑过。是压雪车上，还是那个雪上摩托车走過？我觉得是不是压雪车？对，是摩托车走过去。这可能是一个平常的道路。这第几根柱子？第六根。你有算吗？没有，上面有写啊，我在看号码。刚好像14还是18根，我就说哦，十几根就是一条新路了。那这样也算是小建设了，不错啦。不过我觉得那个什么岩月不是在做吗？那个是大建设，他纯粹是拱多，纯粹是为了想要拱多来要太旧换新，纯粹只是这样。我觉得一太旧换新，二他那个升级可以升好几个东西啊。他旁边就写了说，一降低噪音，二增加运载量。哦，对啊。那人真的有那么多吗？我觉得他夏天生意越做越好，冬天应该也不赖。其实他冬天也还不错、啊。我觉得他秋天应该也不错，他那个面包吃面包，对啊，看风景，他这个都已经做起来了，真的，他那真的很漂亮。白马复兴就靠他了。还不错。
哦，这边是全山，这有花哎、欸，果子，果子，橘色的果子。对，是。好冷哦、喔，哎、欸，好多人要过去哦、喔。一样的。他跟我点头吗？有吗？他帮我点一下头。我们也在点头。OK， 我们来跟人家挥手。没有人了，没有人了，我们来跟人家挥手，看人家会不会挥回来。你要什么叫没有人了？没有人。我刚以为后面车的都没有人了。你要跟人家挥手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还点头嘞，他有看你吗？他一直看我、啊，然后他又看不到你的眼睛，我挥不是哇，对我害羞什么？没有人了，没有人要跟我挥手啊！啊什么？你刚不挥的？我不好意思。对啊，那在讲什么？人家看得到你的眼睛。对啊，所以我就不好，我就不看啊，人家看不到你的眼睛，你在。但他应该知道我在看他。你的头的方向。对。哦，这表示我的镜头我拍到他。个性男哎、欸，他有胡子哎、欸。是啊。嗯，没有人了，没有人可以挥手了。有人要进来了。啊，往左滑下去吗？滑下去。滑下去了。啊、好低哦。很低，不是有点太。这边吗？滑到底啊。哦。你先走，我不认得路，我不敢乱走。只有一条路。好。啊！干嘛？好难滑哦。有吗？好黏哦。有吗？错觉吗？我滑的方法，对，只能用水道滑耶，糟。哦，怎么那么黏啊？啊？你有这个感觉吗？没有，我就跟着你而已。我觉得忽快忽慢。跟着别人的路。我觉得我还好啊。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冷了，我要把那个里面那个下面那一层的拉链拉起来。我面罩上很多小水滴。好，这样感觉比较不会冷。我刚刚脖子会冷。好，不过我觉得现在比较冷啊。咖啡在这里，有多少？沃摩咖啡在这里。那你要吃的是要这个吗？不是啊，刚刚是什么什么亚妈什么东西的？方山咖啡。不是亚妈什么咖啡？先坐左边。先坐左边。对啊。那你去啊！你为什么都不先走？我讲完了，我以为你只是怀疑而已。我连门在哪都不知道。
是脚脚顶到。哎呦喂呀，我的脚卡住。在滴水。地面太高是吧？不是，刚刚那个下车的时候地面太低，地面应该说地面太高，就是离地太近了。对啊对啊。然后就怎么坐到这么低，然后很怪，起不来。我想坐这个车，难道是滑这条路？这边水气很重哎、欸。对啊，我的上面都是微点点。现在水气很重，你的也是、啊，所以很冷吗？啊？现在水气很重，所以很冷吗？我觉得很冷，啊、我觉得很冷，冷死我了。凉快多了。这也是公尺磅吗？你要测写收厚度的、啊。嗯，偷看。好像上面有数字呢。哦。40。二十零十，所以积水深度90哦，80、70而已。这一根只70而已，可能60多一点哦。嗯。确实是滑车。右边还是这边？右边，左边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开、欸、哦。不过它插了三个棒棒，也许可以滑。这有点危险哎、欸。就是。然后那里也有一个洞，你有看到吗？但我没有看到有东西挡住、哦，有点危险。是。好不哦。嗯。哇，肩背还没有拿出来。嗯，拍布了，不觉得没有什么好拍的。拿到它好开。开什么？那这应该是黑吧？还是？我觉得这个长相像黑，又像红又像黑，或者是它就是左红右蓝，这对他们来讲是蓝线，就这一条蓝，那里一条蓝，还是左蓝右蓝中间黑，有点忘记了。你要我拿地图给你看吗？反正如果你说都要下的话，这看起来它没有阻挡，所以就是都有开。然后你看下面这个雪质，乱乱的，应该也是下得了。就是今天这边走遍也就差不多了吧。然后三点多吃点心等车车，很雾。吃点心，我就晚饭少吃点。已经吃三天了，哎。看它叫声有没有恐怖？刚刚的叫声音害我以为发生什么警报嘞。它上面贴了兔子贴纸。嗯。但是是一个眼睛黑，有点像见狗的兔子。这很长哎、欸，它的这个有90哎、欸。啊？90号。嗯。这样我们还很远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快到哪，而且这么雾。你不觉得我们可能还很远吗？因为缆车数量那么多，90哎，它就算到100号，我们前面还有一堆哎。它的椅子应该没有，可能没有连续变。有连续，前97、47、48，哎，92有了，它有连续啊。就不知道啊，而且它这个是挂死的那种的。94，它跳号了。不是变速的缆车。94、95，96、97、98，有没有看到100？101，很多哎、欸。102，就觉得我们还好远呐、啊。103。104，1号，104，1号。雾成这样。嗯。至少早上有拍，银海跟中华带湖方向。银海的下面就是湖。好，我也清楚湖在哪里。湖就在银海下面。
那一塔是只有周末开还是每天都开？嗯，他的那一塔是周末开还是每天都开？你知道吗？不知道呢。确实要省钱的话，就六日才开，就跟。但是这里毕竟是新野，我猜他平日也要开才对吧？而且可能只开个。你说毕竟是新野，是他财力雄厚吗？但是我这里我没有什么新野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哦，因为他餐厅那样子好旧旧的感觉，很不新野。而且我还以为猫魔那边有猫魔新野猫魔的 hotel， 但是刚看没有啊，那是怎么回事？他就是猫魔离宫，猫魔离宫是新野的吗？还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就搞不清楚了。还是更没关系，他只是叫猫魔而已。嗯。好恐怖啊，好危险啊，这样滑好危险啊，我很怕滑这种看不到的。这种距那个你叫什么，可视范围吗？可视范围只有一根柱子，但是还是比只有五公尺好一点。白马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公尺以内那种感觉吧，二四谷的时候。到了吗？到了吧。那个架子感觉是拦截网，拦截网的附近应该就是下车的地方了。嗯，对了对了，那网子还要运一段路，还蛮长的。嗯，网子还要运一段路才上去。它网子都做着类似这种长度，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以为下面可以过人嘞。这里看起来也不像是啊。嗯，那它做这么长干嘛？把我拉上去就好了，做网子干嘛？对啊，就不大懂。哇，下来不知道怎么走。理论上右边有一条，左边有一条。先往右看看。好冷哦。风大，好冷，好冷。哦，好冷哦。哎呦。他写什么？右边。啊，Frozen 山就是风景很好，但我什么都看不到啊。为什么他也要讲连接 lift？ 因为他要提醒大家啊。Frozen 山，好冷哦，好冷哦，这里好冷，还好我没把衣服脱掉，你还好吗？我 OK 啊，我刚刚是后脑很冷。哎，要拉一下还是干嘛吗？应该还好，因为是刚刚风刚吹，下去可能就没有，大概只有山顶附近才有问题。哦，高速都开了哈。啊，高速是开的哈。是啊，啊，在佛神山什么都看不到，那个纸上风景很好呢。那你看为什么让我有橘色的感觉？有啊，刚刚前面那个也有啊。为什么？就不知道啊。越抽越橘呢。下面有个橘橘的东西。你要把它弄吗？嘿呀，很怪哈。很急，奇怪，对，是个红线。啊！这高级动物乐园。帽啊！突然发现一件事，我安全帽没有扣，哎，好危险哦！
我刚刚发现我安全帽没有扣，然后我就嗨，因为我发现我在因为左右摆动的时候，为什么一直看到一个东西从眼角这样飞出来，会擦？竟然有这种事？对，好累哦。最好是有什么好风景，什么都看不到，脚又很酸。那等一下，刚刚还要再做一次吗？嗯，另外一边黑线也要滑，这手不是都要滑吗？好吧。啊妈，好累，好累。这次好像让我想到盐月，走一堆路好累哦。嗯。我觉得我鞋子好像穿太松哎、欸，我鞋子好像脚在乱动。很可惜。算了啦。好，你先走，我看不到路。很跳，超跳。嗯。嗯。嗯，好累哦。这脚会这样，的是。嗯，不好滑。然后又看不清楚，也没办法选路，就只能就是去，然后站好，滑得乱七八糟，快笑死了。好难滑哦，还好我们今天都玩北面，南面好难滑哦，这样脚会酸了啦，这样脚才真的会酸。后面有一堆人来了，让人家先。我觉得用脚转滑板。好累哦。自高累大，
累的。膝盖有点疼起来。前面电倒了啊！我觉得我膝盖要不舒服了，扭得太厉害了。好，好累，这个不要再滑，这很伤脚。那另外一边黑的也会累啊。所以，有再做一次，就只能滑黑线。啊、好。那走吧。走吧，我觉得我们刚好逛完，你就时间到了。哎、欸。漂亮。你说什么？刚那个纸 map 的后面，嘿，它有照片。对，它是这个 Frozen 山应该路线是风景很漂亮，所以我才说我要来。但是刚什么都看不到。我现在我觉得南面什么都看不到，北面，哎、南面跟北面的差别，我觉得确实南面跟北面温度可能差两一度到两度。但是我们身上没有湿掉了，不 是没湿了，我是说是 湖面的那种暖空气那种。你看，哇，那其他超的，嗯，对，刚刚是红线。你觉得我卡费会有东西可以吃？哦，我们已经错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啊、现在滑黑的就会路过了。你觉得它有什么好吃的吗？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过。你想要看一下吗？他会在坐那个缆车的上面，还没有到缆车的地方就会看到。累死我也。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有帮我看到那个洞吧？还蛮明显的。对啊，我本来我底下是一块，看到他赶快又换另外一边。怎么是木头啊？好像是個木頭。对啊，下面是个木头。为什么会有木头啊？谁知道呢？这是个假东西。就那里也许有个夏天就知道了。假平台。是个碳台还是什么？跟刚是一样的哦，要做好久哦，还是比刚更浓，好像更浓。这缆车要做好久哦，我怀疑黑会不会是这样下。不过刚一下你也看到，要加速冲的时候，右边是另外一个，我回勾才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我没看到。你没看到另外一个缆车，你是跟着我一起回勾是吗？对。我没有看到。我有看到，我本来以为要坐前面那个，后来不对。你说为了我的心愿都逛完，就是。但是我有点怀疑啊，他。我们这样还剩一小时，逛着逛着完南部。现在几点了、啊？刚刚看我2:10。
但是剩下的，除非你一定要三条黑线都走完，那感觉时间就是用完而已，是不是？会用到完，因为那三条黑线好像要做2:15，三条黑线要等于要做三次缆车。那你觉得他缆车动很慢还是？嗯，对啊。所以你是让刚刚那另外四个人先滑还是怎样？你说年纪稍长的吗？看起来年纪稍长，对啊，绿色彩带。我又刚好在旁边，不是绿色，没有，我在感觉，我在感觉我的脚，因为我觉得我膝盖怪怪的，哦，我就动一动，我就不要勉强继续滑，扭得太厉害了啦，这样子啊，就觉得哎，膝盖，你脚走开一下哦，我伸一伸，现在是觉得还好，刚觉得这边有点怪怪的，嗯。后来我的脚算是就治好了吗？你说水泡吗？不是啦，膝盖啊！我以前你忘记我一开始滑雪每天挨，每天挨，就膝盖会痛，膝盖会痛，膝盖会痛。后来你好像没听我这样挨嘞。对啊，啊你是完全不痛了吗？欸，对啊，没有痛啊。那你护膝还是要带？当然要保护啊。但是我是说好像没有痛了耶，好像没有那样。我以前那样一滑就跟你说。好酸哦，然后连挂着血鞋都跟你说好痛哦，膝盖要被他弄死了。哎，嗯，你这样现在去挪中间是一点点酸酸的，但是没有像以前是很痛，脚膝盖在痛的在滑雪。有可能是他越来越好，也有可能是你重心越来越对。哎呦喂呀，超多的，刚才实在是前面走一堆路，后面又要跳着乱七八糟。对啊，那边我你说他用的理由是什么？然后他不刮雪，因为是湿湿的，所以他就不压了。湿湿的为什么不压？因为压扁了可能变成冰啊。是哦。那他还要做生意吗？对啊，哦，他现在这个样子反而是对大多数人来讲是安全的。哦，说摔下去就还好。那他是把压扎实了，摔下去是一个墙壁是吗？对，压扎实了就。感觉不到，但是刚跳的乱七八糟的呢。对啊，就只好跳。嗯，我们好像我们算是万座第二天算是玩到松雪了。有，那样算是哦。有，而且哦，中间那块三角形给他那边跳啊跳的，玩得很高兴。而且我就强迫，等于有点强迫练习，说感觉会卡会卡，一定要钻进去。现在不钻，之后他就被刮烂了。嗯，所以我钻了一次还是两次，是完整的，就是自己开一条路的那种。对啊，觉得那种练经验也很重要。他说往这边下是黑，但是一开始感觉是很长一波都是绿的，不知道哪里才开始黑。后脑的，我背后的，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开始有风。这里是接近这附近的山顶的，山顶有风。快到了，快到了，57了，表示折只剩一点点了。又已经看到那个奇怪了，啊。我还没看，我刚还没看到，我就看隔壁的车，看他几号，估一下我大概还有多久。这里才会后脑觉得被吹得冷凉凉的，是不是也跳死我啦？嗯，会不会也跳死我？一定的啊，啊是一种粘性很强的，我都站不稳，模拟松雪，而且比松雪更重，要是踩错或者是用错力道，就劈成。那里还有个棒棒，为什么差了个棒棒？哦，是网子，啊，不是棒棒，是绳子。所以我们不能走吗？对，这里不能走，要一直过去。哪里？不知道啊，不知道过去哪里啊。所以这道是不能滑的。哦，是哦。哎呦，屁股干。怎样？呜呼，呜呼！你看这里可
理这里的一个飞下去的风险是吧？所以他才说就是黑。那这里玩的人不多也可能不是很跳、哦。我跟在你后面。好像好一点，不能说平，但是也没有那么跳，而且没那么湿。看我趁机比你多下了好多，趁机比你多下很多，就冲很快。哎呦喂呀、啊！我起不来耶！哎呦喂！我灯倒了，我起不来耶！那个倒法很好笑。为什么会摔倒？我不知道，你是头朝摔下。为什么我会摔倒？对啊，为什么？哎呦喂呀、啊！我坐到我的帐了啦，起不来了啦，起不……哎呀！走了吗？我你要帮我拍一下雪吗？我刚刚身上还有，我真的没有、啊、没有吗？我整个人倒在地上了。对啊，没有啊。真的吗？对啊，没有。你让我看你背后，没有啊。我整个人倒在地上哎、欸。对啊，你的那个背包的肩带有沾了一点点汁汁的，一滴滴一丝丝而已那种感觉，没啦。真的吗？对啊，就像这样。因为我刚刚就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你看我现在倒着起，这很奇怪。因为还在得意说哈哈哈，我下的比你多，然后我就摔倒了。对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我要去看路，因为我真的很惨。脚实在是高低差很多哎、欸，我实在是快要跳死了，很跳哎、欸。你先，你不要离我太远哦。哦，是哦。因为我发现面罩全湿了。我不是面罩，是我的面镜都湿。镜都湿的啊！我刚才摸、啊。所以我刚擦了一下头破。下次，后来我习惯了，我用我的小短梳下吧。唉。好像听到叮咚了。都没有人要来这里耶。对啊，这里。会不会这不是不能来的地方吧？我俩傻傻的自己在滑，然后到我们俩滑下去。哎呀！
边还是右边？随便。我猜，我在想哪边比较黑一下。我猜右边比较黑。你要我看地图吗？你要看地图吗？我也可以看啊。我有看照片，但是我记得地图上就只是画了一个。来，这里目前为止应该只是两个。屁股山没有哎、欸，屁股山，我们刚刚是在屁股山吗？不确定，我屁股山理论上面有分岔路哎、欸。好，我现在看我拍的地图。我们不是到屁股山，我们现在只是在 Frozen Two， 右边是黑的，左边是蓝的。我们在 Slope Two。我们在 Slope Frozen Two。Frozen Two，、对，Frozen Two， 所以我们走右边比较好，右边是红，对不对？不是右边，左边跟我猜的一样。右边是黑。对，走左边比较好。对，因为我觉得右边感觉，所以我们屁股山还要再直走才会到。没有啊，这里好，那就走吧。地图有派，等我，那我派上用场。然后还是没有人来哎、欸。啊，又要擦哦！是啊 ，GoPro 上摸起来还好，因为它可能镜头小，但是镜面上没办法，镜面整个都是。好，前面就比较陡了。多少？是一样不、就是、一样不平啊，就是很难走。那我就用原来的那个下法下，就是你要等我、哦。小胖爷，哈哈哈哈哈哈！啊？这比较陡，我是滑到飞起来耶，吓一跳是吗？对呀、啊。我觉得我鞋子真的穿太松了，真的很跳。嗯？下面就是接回去了。哦。就是想让撑一下这样。嗯。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忍受了，但是可能太漂亮了。对，没办法跟刚一样这样堵一堵一堵就下去了。对啊，是右边是边界，还是直走是边界棒棒？不是，那应该是有东西不能去。那就是。稍微往左弯就下去了，但是路是往右走。到那三个棒棒为止。哪是啊？这三个棒棒是有东西。对啊，我说到那个三个棒棒为止，左边绕过去，这样还是怎样？哎，真受不了！啊！又要摔倒，又要摔倒，又要摔倒！往山下倒，这样也能倒？你要去哪啦？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好了，这样子这样，感觉坡度就这样而已了，然后再往右回去。哦。对啊。其实这也是松树，被雨淋的。就其实很难滑，超难滑。我的脚分开了，我的脚分开，好可怕、啊！不是啦，右边啦！好可怕哦！这边用双雪的滑板，好了，
我整个大后座超难看的滑下来，一边惨叫一边滑下来。不要滑这个了，那换来一个缆车。可怕、欸、这边怎么我们后面都没有人，就是松雪的时候那个地方应该是超好玩的，但是我被他弄得这样，而且脚都这样乱飞乱飞了，我就啊就一直叫可惜了暖冬的恐怖所以我们比我不管走左边右边都比那个卡费低哦。对啊，所以卡菲是刚刚从那边回来才经过的嘛。然后这条是什么？这应该也是个……你要看地图吗？有这么多？有人在叫吗？有人滑我们刚刚的路吗？我可以看啊。你要看手机还是看我地图就好？手机有啊。有人下来了。哎呀，就一个人。应该很恐怖。因为雪没有压就太跳了，很恐怖。这条线没有四个黑。哪有？这个，这一条。对，看起来就是啊。对啊。然后我们这样子坐上去之后，我们现在直接往左边，往左边就有一条黑，但是这条不知道有没有开。Black Valley。欸，这就是三条黑啊，上去以后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都有开。对，好像你如果三条真的要滑满就是要，我看我会滚在里面打滚，我可能会摔很惨，大概一次就好了。你选哪一个？一二三选中间那个好了。头顶的三条黑线，刚的我觉得就很难了，我站不好哎、欸，我的往前压也没屁用，脚都在乱动。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身体离山上越来越近，因为就快要翻车啦。然后我的姿势也越双脚站的也越来越开了，我也是，就合不起来啊，他乱跳脚就分开啦。看一下他几号。12号，我们40几号。我看这样一折腾，这样是几点？你要我可以看手表。我手。但是我好像也发了，我才知道。那不用，我继续拿出来就有了。2:35。2:35。那就是那个黑线下去以后，再把绿线逛完。那边的雪比较好，而且哦，应该是有压没压的差别。对，这里，对啊，没压，我早上的感觉真的就是忽快忽慢，有点要把我踹一下。那种忽快忽慢，连平常那种放松直板直直前进都不能放松哎、欸。因为放松平直板直直前进，它会突然间呼就变慢。是莫名其妙。是它会滴油啊，所以下面长长。应该是。不过这种的比较不会滴油吧。这种的没有那种。它不用那种脱离转盘什么那些的、啊。
它就是永远夹在上面。到了，所以一下来左边就有三条黑线让你选。好雾的，好可惜哦，风景都看不到，讨厌。早上有拍。他说这个开到3:20。哦，这是这个啦。这就一讲我们在说什么猫魔咖啡的牌子吗？好像也不是耶。右边是绿线，左边是第一道，前面是第一道黑线，第二道黑线，第三道黑线。你要走哪一个？感觉直接下第一道比较快。这个？对啊。不知道会不会很跳哎、欸？啊？不知道会不会很跳？好、啊，这个是吗？好、啊。有。来吧。跟刚刚的感觉差不多，跟刚差不多，刚刚也是跳成这样，所以那个斜度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你不觉得吗？你在讲什么？跟刚刚那个跳起来的感觉差不多，跟所以我觉得跟斜度没有什么分别。就都没有压过啊。就是很不平。我的脚跳超高的、欸，这里有一块、欸、好像不太好，我们该绕过去。高坡要擦、啊，可能很湿。啊？啊！我摸啦、啊，在等你走啊！哦，在等我走。我挡住你吗？Thank you.
啊，好像要直直冲，对不对？对，要直冲。嗯，走咯。小心哦。咖啡吗？刚刚我们是坐这个，不是，嗯，嗯，左边有个建，前面有个建筑物。咖啡吗？啊，咖啡吗？我不知道啊，现在走哪里？去看看他是不是咖啡，然后去看看。不要啦，没时间了。没时间，那就坐这个。哪一个？眼前这个。是要坐眼前这个、喔？还是这个是山顶？这不是山顶那个吧？嗯，搞不太清楚。No， 这个是不是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不是。我就是在说这件事啊。大家都往下。先停在那，如果发现它是翻过山顶，那就要往下滑一点。先停在那。那你要不要先去？好，我去看一下。我就跟在你后面。有啊，一早就坐过啦，一早就坐过啦，这就是去接那个山顶的那个啊，对啊，一早就坐过啦。这一早就坐过啦。你说的没错。右滑，嗯，这个角落，你要不要拿地图给你看？我知道，就是 Black Valley， 就是早上我就有看路牌，我跟你说，就是要上这个。我好热，我又热了哎、欸，不会是刚那样太累就热了？嗯，我只是在想说，接下来要滑哪些地方？嗯，对啊，要绕完，要怎么绕完？对，好热哦，哎呀，嗯，把音量拉低一点。这个上去以后，嗯、沿着左边一直最左边最左边走，就可以滑回去。哦，这左边在左边，然后其他的都没开，嗯，所以就是只能滑这里一路滑下来。哦，对，所以这个是 Black Valley。啊？这个、啊？不是。我们现在做的是，哎、欸，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个啊。哪一个？我看这个、啊。你给我放大看字。字就不是嘛，嗯，就不是嘛，那是这个吗？对，布拉克贝里嘛，是芭蕾，就是，对，我们做的是这个。只是啊，我们原来刚做这个，接着滑的黑线可能是这个还是这个，所以并不是第一道。所以我们刚滑的是二还是三？四？我们滑的是二，所以等一下要滑一吗？嗯，一下去以后就可以。回到这里，对，对啊。那个要换的车叫什么名字？总之一定比这个还上面會。上面。因为我们这个是这条线滑下来之后，第一个看到的缆车就是它。
我们刚刚是滑直道吧？刚躲了一些草。我再瞄一下，我看一下，你的比较干欸。我刚刚有摸很多下。好了，就是下黑就是小冒汗，是吧？这个说是绿，是吗？人接到，有人顶不住吗？有人接到欸。越来越快的人接到，其实加速不是很高，还蛮普通的。那大概就是这个黑下去，坐那一个上去，滑完蓝绿，就吃点心时间了，也是逛完了，很敷衍的逛完了。哎，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形状像是变速缆车呢。对啊。对啊。上面有那个翘起来的那个，会被松开吗？对啊，感觉是。所以他说他是 express 56。前面要到了吗？是啊。所以一下来往左边下就是那个黑了。感觉是上红下黑那种感觉，快脚都快被跳死了。在有松雪的时候，也许还不错，有开吧？这路中间有个奇怪的东西，这围起来还是怎样？奇也怪怪。只能往右吗？不知道，看指标。只能往右，没错。看他写的。啊，就是我们下车的地方。没有，要去连接，那就是回头沟了。拜拜。同一道了，是啊，不同。前面的左边就是我们刚坐的缆车了，是吗？所以这样又是同一道，我们要下同一道飞机，没别的了。还是我们前面这样子故意，我先看一下。我们刚下的是第二条或第三条，这个是第一条。我觉得是这个哎、欸。对。所以就要下这个。你要下这个、喔？不然往前推就是刚刚我们滑的那边。哦，好。这里是三条黑的第一条。哦，好。好吗？又要去跌跌撞撞了，跌跌撞。我已经开始刹不了车了。这真的是不一样的路吗？下来的地方不一样啊。哦。你回去看你的那个 app 都知道了。这刚下过的。啊？这刚下过吗？没有。哦，好。要我先还是你先？你先啦、啊。每次都我先。好很多
糟糕，我鞋子真的太松，太松了，唉。我鞋子真的太松，我刚整个鞋子，我脚在鞋子里面动，啊，跳得太厉害的时候，脚整个在鞋子里面大转特转，哦，所以我知道我鞋子太松，怕会磨蹭。好啦，要加还好要回家了。对啊。好，再继续下去吗？嗯，要加速了。好，要加速。对啊，前面很平耶。但是我还不敢，我还不敢加速哎。他在哈哈 哈什么呀？太快了，刚高一点风景很漂亮。啊？你刚刚讲什么？刚风景很漂亮。哦，前面。你滑太快了。哦，前面呢、啊？左边不是你刚刚坐的吗？对。前面过了那个红网，再往右就是缆车。下面吗？对啊，对啊。走吧。我妈换坐那一台。右边没有路去吗？右边我看啊，就是这个皮网子连续延伸。哦、oh. ，你等一下就会看到了。啊、oh.。所以，我们将这条黑线都这条吗？两条？哎，不，刚跟这条。我们刚刚是冲下来坐的这一台嘛。嗯。所以我们是从这里出来的。嗯。对啊。对，一号、二号黑线，三号黑在那里，没滑过，就这样而已。哦，不滑了，走吧。不滑了。妈妈要帮我拍照吗？来不及了，妈妈。拍照，要拍照，快要没有湖了，没有湖了，没有湖了，快点！等一下坐到那个很高的，会不会再拍到一次？那你先帮我拍一张。OK。歪搭也没有怎么办？你挡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好了，已经是，这湖少的不行了、啊。因为你一直跑，我一直叫你，叫不停啊。
那么远哪叫得到？我撑住了，我不行了，我太动了。有呼吗？超级小。啊，那你可以开倍速吗？还是要用我的手机？好吧。那我帮他拍一张。小脚雕。你都没有在看风，你都没有在看风景吗？哎，嘿，哎，走。好吧，就这样吧。就可惜天气不够好。哎，好，走。脚好酸了。啊，是我刚刚又把它绑紧的，我脚现在好酸，绑紧脚也是会酸的。这就是一长条，那拉到某个高度，你往右后看就是。应该要看一下，看一下我的 app 啊。一下来就沿着 Night 线一路画下，就完成。啊，收工了，太早了吧？那就划 Night 线划两次，完成。为什么？现在才三点呢。不是要吃甜点吗？大概三点半去就可以了吧。三点半吃甜点，哦，嗯，你花一次可能就到这三点二十了。哇，太密，看不清楚。你知道我说的意思。我现在搞不太清楚，等会我的线呢？啊，还没有，我还没滑完，所以没有啊，有吧？不知道。有了，有了，很线很乱。什么叫很乱？就是这样，呜呜呜呜呜，一直扭，一直扭。那你看我们是不是滑了一号、二号黑、三号黑没滑？看不出来耶。哦，你是说看不出来耶？你看现在看过去不就一二三吗？二我肯定滑过。你说第一个没滑，一滑最后边这个要补吗？要补完了吗？要补啊！我们都已经坐这里就走了。我说这个就是山猫路，所以这个滑不到。那最左边那一块，它就不开缆车。我看我们今天坐几趟缆车，今天应该缆车数应该很多。还好而已。因为是那个啊，因为是十五回啊。上山多上山。多啊，因为就是要一直坐才有办法接啊，或什么的啊。哦、哪一间？哪一间雪场也是有这个问题啊，要坐一大堆缆车。哪一间啊？东西南北那个啊？哪一间啊？上越国际。好像是哈，就口琴啊那个。不是口琴啊，是 Green Plaza。啊，是 Green Plaza， 好，它的主体名字是 Green Plaza， 对，我要说的就是 Green Plaza， 还把人家钥匙带回家，还不还人家，还不接人家电话。人家那么古老，那个钥匙很难找。哎，哦，一二三，所以说我们这样咚咚咚下来了。对啊，二也就快摔死似的下来了。如果我刚二，我们选绿线走掉，我猜它的绿线就是在这两个黑线当中弯来弯去嘛。嗯嗯。这条也算是，什么？
一条线吗？联络道的出口看起来很绝。好像没那么雾了。嗯，哈，怎么办 ？Frozen 的风景没看到，来不及了吼。反正福岛会再一次，就是如我所计划的。既然都已经，这个感觉也很黑呢。是啊，感觉很斜，是黑没错。啊，这是不是一到的时候出缆车站看到的那一条？这个人在馒头呢。哎呦，好厉害哦，好深哦，我掉下去都害怕。感觉是两，他出来了，他离开馒头了。太深了。他又想回去吗？看一看，看一看。到了。回去的车是包车，所以上车以后连口罩都能拿下来了。因为我现在口罩觉得非常湿。嗯，但是镜面上我觉得好多了，是不是掉了？那个雾啊，那个雾，这里没有那个雾了啊。镜头呢？镜头刚刚已经都擦过了。这个缆车确实也走得蛮慢的。我看坐到顶滑下来真的就是3:30。现在3:05，所以不是我随便讲讲，真的是滑到底就差不多了。啊，那南边我是觉得没滑多少。对啊，但是因为没办法，它的缆车速度就是这样，然后加上雪况这样，我们滑的速度也是这样，要快也快不起来。啊，仔细看，就是红或绿就滑吧，这样一来就回到基地啦。啊，不继续再滑一趟，再滑一趟。再一趟是要滑的时间加缆车的时间。嗯。有难度。我们已经到站了呢。啊，你看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几点？滑下去，我猜大概3:20，差不多。嗯，风景怎么样？还不错啊，这里可以拍一下。都是树啊。不过旁边都是那个网。还有都是树啊。嗯。那里连接。这是珠毛袋虎吗？又在问一次，这是珠毛袋虎吗？是啊，是啊。先拍虎。湖应该是玫瑰树的，对。他说，哦，好开阔，还不错呢。嗯，我要去旁边。这里。这边。
需要帮你拍吗？好啊，就是要叫你帮我拍，不是好啊，是说对。那你往你前面一点点，好，可以了。就这样。我的面罩可以吗？拍不到他。哦。你露出个头而已啊。哦。拍下吧。反面。等我拿 iPhone。好。好了，来，那个头抬高，跳转过来一点，好。好，你要不要？换你，你不要。不用呢。这就是一早那个黑线啊，我就想说晚上上来再来滑一次。啥？一早出门，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黑线。下面应该是我们早上坐的第一个缆车。对，这个那个就是。啊，这就一出缆车看到一个黑线啊，所以我认为就滑下去，你真的硬要再坐一次也是坐那个再一次而已。哦，这样。哎，三美莫帮我拍，莫不要走，三。我要拍山，可以拍吗？这有好看吗？哦，三梯山呢？对啊，出山顶呢？对啊，全白色尖尖的头。快点呢！我在看它漂移的那种感觉。你有办法拍到三根湖吗？我再往前一点的话。没办法、啊，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你为什么要拿那勾那个？为什么不拿 iPhone？ 你自己都拍。啊、哦！啊！又看不到山顶了啦。那我们刚刚有滑那边吗？有啊。哦。你指的那边就是最右边。我要一张那个啦，一张人像哦。现在看不到山顶。哦。人像无效，人像什么无效？人像看不到你的脸。我动一动呢？有用吗？没抓到啊，他没抓到，而且山越来越少。哦，好，一开始最好。对啊，我刚刚叫你帮我拍，你就要跑掉了。大叫大叫。我看我拍得到拍得下吗？我应该拍得下，0.5应该就可以三根那个都挤进去。没有，横拍就拍到了。三头又出来了，又出来了。没有哎、欸，我的镜头看不到三头哎、欸，奇怪，是这个吗？那个棍子在那边很烦。我挡住你了，你可以过来啊！拍你？哈？没事，已经拍好了。啊？然后脚开开的。对，开开的。盘梯山呢？哎，现在完全有，来，用我的。我过去的话就太近了。快点！快啊！又不见了。对啊。哦，就好、哦啊，还有一下下。你的脚就是站这样吗？我因为我是斜的，我没有办法这样。没有三头。
好，为什么要拍横的、啊？我喜欢拍直的。加火啊！哦哦哦，好。你不要那就不要，这样看起来腿很短。这样看起来腿很短。哎、欸，我看，我要把它拉低啊，但是山头已经没了。又没了。对啊，一直都没了。有，现在有了，要有了，要有了。很少。快要有了，真的快要有了，再五秒，一、二、三、四、五，好了，好了，我们都没有跟他合照，我们来的他都没有吗？你要拍吗？不要了，嗯，感觉耗了很久。好了好了好了，反正你就一副不想让我再滑了，我就没。我只是客观的讲出剩下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那你都不让我滑了，那就到处拍拍照。十五分，走哪？直走，一直直走。哪里？你先走。就沿着缆车那里往右冲啊。你推一推啊。哎、欸，我要在这里拍一张，等我一下，我要拍把它删我们滑了的拍起来。这看起来超陡哎、欸，这个看起来超可怕。一样的那个，超可怕，而且它是超拍的吧？上午有，有啊，上午有拍门啊。拍了，第三，旁边是中央大湖，耶，好，你是要我要挡住你吗？没有，我是说你们想要拍一张的。我有拍，我有拍，很漂亮啊。好，那我再来录，重录。很忙哎、欸，我决定从右边开始。这看起来好可怕哦！只是在镜头里看不清楚。啊？在镜头里面，山头不是很清楚。现在真的也变糊。对啊，糊了糊了。刚刚有没有很清楚？好。下次来要滑这个哦，这个下去。啊？下次来要滑这个。都滑，都滑。这次不要是不是？这次不要。右边，右边，有漂亮吗？有漂亮。你要滑到下面那个池的地方才。你知道什么意思？上虎栏杆那边，现在先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那你后面住什么住啊？哦。先下去就对
有拍山耶、欸、很呆耶、欸、山在旁边很漂亮啊。嘿蛤，好，你在拉鞋子哦。啊呼呼呼呼呼呼呼！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我有点要往下倒哎、欸，怎么办？哈哈，太好笑了。下去了吗？走啊。哎、欸，这个要不要拍一段？啊？要不要拍一段？我是说我拿360，我都带来了。你小心就好。好。哦，他在拿很麻烦的，等我一下。现在就是把那个稳定的时间扣掉而已。又就扣掉了。那个行动电源居然用光光哎、欸！啊，行动电源居然用光光哎、欸！知道光还是？嗯，剩一格，平常总会用到一格。在我的手套里，手套里。啊？你说什么？我玩手套还是会掉地上，我常常手套掉地上。哈哈，这样子我拍得到风景吗？还是它还是会太靠近地面了？
举高高好了，我其实不是要看我自己，我是想看风景而已。很漂亮啊！好，好嘞。一直滑下来，我脚超酸呢、欸。啊，是啊。四分三十秒。现在三点半，所以休息了。这个缆车就不坐了。然后啊，前面要带速度，要能冲到、那個。那我可以先把东西收起来吗？收。
要冲到那个咖啡路口，咖啡颜色的那个路口，越近越好。三角形那个吗？对啊。哦，好。就是。我觉得我冲不到哎、欸。对啊，冲不到就得走。我觉得我冲不到。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那边冲啊，你的票先给我，我冲到我去退票。哦。然后再让你慢慢。好，你等等好了哈。啊？等我好不好？对啊。我先做完我的事情。对啊，我是说。冲的时候，你再慢慢走的时候，那我就去尿尿。我抽完票，你们当然没到。下次冲啊！我急耶，急耶！我好好哎，袋子嘞，哎，好冲到。嗯，好，也录了一段，不错，至少用到。虽然天气不好。嗯哼。但说不定会比那天亮，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天一个镜头都拍着太阳。那太阳没那么大、啊，对啊。行吗？什么？泰国话。嗯哼。泰国话。我还以为好。然后我的手套又快要掉地上了。我每次拿手套就不管手。往下滑一下。好，还要票给你。哇，你冲走了就行了，然后我就去上厕所、哦，按一下就停了，对不对 ？GoPro， 嗯，好，等会再按停，到了再按停。嗯，原来是我的行车记录器，万、啊、一有人撞我，哇对，是不是有人撞我，我就要叫救命，就要把它截去那个。你有拍票做纪念吗？没有呢。我拍一下，你大概记得拍。我有拍。你有。拍一下没？觉得好像有办法直直冲吗？有没有人会杀到我前面呢？或是我会不会滑到呢？Momo, I'm coming. I'm coming, Momo. 哪有哎？天哪！Thank you.
能退吗？套线吗？啊？套线吗？是啊。好，去尿尿。好。然后去买东西吗？来得及吗？他不是四点的车吗？你一直在火车还不？哎，我关了没？好像还没，我也没关。你关。